是因为什么进来的？裸奔。那你为什么裸奔呢？喝多了。那能描述一下事情的经过吗？就那天我跟朋友我俩喝酒，喝完酒之后我俩就去广场了。我说你要是能光屁股奔广场跑一圈，我就给你500块钱。结果呢，他真脱裤子跑一圈，完事我就把钱给他了。完事他就看我有点不乐意了，他说这么的，你要是脱裤子从广场跑一圈，我就把那500块钱还给你。我一寻思他都跑了，我说也行，我就脱裤子跑一圈。我刚跑了一半的时候，警察就给我摁那儿了。你别说，刚才那一圈我就没逮着你，这一圈你又来。